我也觉得新北市政府要赶快公布这些真相给我。喂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是新北消防局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有民众啊，他妈妈跟两个小孩，两岁跟五岁都是确诊，但是目前小孩两个都发烧，但是因为中和区的卫生所跟卫生局完全都联络不上，但是妈妈很急，你们有办法先帮他？没有办法，是要先联络感控，不是说确诊很妈妈急就可以过来。嗯，对，你们的感控是不是？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我很感谢这些吹哨者的勇敢跟爆料，就是我也觉得新北市政府要赶快公布这些真相给我。因电话档案属于应秘密的事项，他却下载并交给一般民众，才主动出面自首。我卓冠廷一定全力捍卫吹哨者的权益。新北市政府，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子有用。